歌天后叮当在北流开唱，相隔7年在办大型演唱会，直接请来陈零九合唱。被阿信封为南港泰勒斯的他，开场尺度也没让人失望，直接暴露马甲，露出屁股蛋，现场嗨翻。千歌迷同欢，现场打造成大型 KTV 包厢，直奔1楼座位，上升2楼。你为什么说